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神知识，现在请大家，咱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神知识，咱即节呢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好，咱即个易经心法咧，现在已经讲解到第48集了。最后者，就易经心法咧，咱开始讲解以来，好，本来咧，我想着讲阿达可能来研究即个易经心法咧啦，无真济。但是最近咧，我较接咧，南北二路在走的时啊，尤其咧。当着军公教，哈，啊，即个圣知识个时啊，哈，啊，得到遮济有缘个，在空中呢，来共同研究圣贤个妙法、圣贤个心法，啊，真济行较多个就小崩，好，我是感觉加真正有信心，信心就是讲圣贤个妙法留落来，咱即摆人。好心甲性，现个心啊，拢合作一行非常个济。自卑心个人非常个济，上进个人个心真济。本来咧，我想阿达也无得到十方个回应，吼，但无就是一只64卦讲煞就煞了。啊，但是啊，即种间来咧，当着真济只咧，吼有在扶持个阿真济。但是这个功课开落咧，是真久的代志。所以啊，我再三一只甲各位十方圣弟兄，哈，一个要求，若是各位啊需要这个功课，这个佫继续佫开咧，好，继续讲落去时啊，因为咱这个功课咧，甲民国87年咧，哈，3月30日，哈，这上尾啊。主要在这段路，若是需要阁继续阁开的时啊，请十方圣弟兄啊，请恁啊，大家啊，会当看是写批哈来哈表示各位意见，或者是啊用电话来甲咱服务这个人员呢，讲啊我这有开的需要，好，那么4月7以后呢？我安排咱是古圣先贤的诸多的妙法啦，好，根据我所在，下来讲，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希望各位在心灵上诶，咱会当建立咱安详的心。好，来达到王禅老祖归国神书，好开始啊！我要开这个法门，诶，上大用意啊，永贤拓财，养贤蓄财。永贤好，养贤蓄财，咱是要养顺。可是现在社会上将易经的妙法以顺来做，看作算命，不挂算命。算当时趁钱，错过去啊！易经是咱的性命，易经所强调是一个中庸，以诚信做咱的基础，甲做最后的目标。所以用这个贤
突出这个有才能的人，有智慧的人。那么突出来讲啊，我无要做官，无要做军师，错误去啊！咱永恒培养自己啊心安，互咱无作业、无恶果的心，这个妙法已经，互咱卖踏着黑暗的人生，互咱卖去伤害着他人的安全，无咱卖去伤着他人的性命、财产，这拢是易经内底会当找着真好的答案。可惜嘞，咱真济甲易经看作算命的错去啊！易经的用法84000种法门，其中算命是一项而已尔。84000分之1而已，所以算命不是整个咱的人生，嘛咪整个生命。本来咱的命就无命好算嘛，哪有啥命好算？咱的命拢袂歹啊，啊为何袂顺？心的问题啊。所以我一寡地主啊，拢算命，我你免算啊，无命好算。好，咱爱去检讨家己是毋是行善。有遵照圣贤所开示的命法，会天理去做。若无遵照天理去做，无遵照人理、道理、仁义、道德去做的时啊，你算卡一命都无效，偌好算？你算十个人，算命先生，你若算十个人，十个人讲的无相像，那么你影响薪水？一天共的出事，台湾一天就几千人，那么哦，落皇帝命，就一天大家拢做皇帝。同一时出事的人有偌济，前后差一分两分，出事的人偌济，是毋是命拢共款？无共啊！教育，父母的教育，社会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心念的教育，所以命拢无相像。那为何我要开遐济钱，开几啊千万来开这个时段的节目呢？好，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啊，咱爱养贤蓄财，社会在乱，哈，处处都在乱，处处在贪、在骗、在诈、在凶杀。好，贵国先师大慈大悲，看到所有世间人在互相在凶杀、诈欺、受骗，造成社会啊乱，开始讲。大家在天上拢是菩萨界，为什么在这来到世间来啦？来到世间，落到这个身体以外，唔知影家己啥人，干那目睭看到想要抢、想要爱、想要骗、想要贪，可怜呐！这几个先师啊，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始啊，爱传授易经妙法，甲各位讲，咱每个人的心。本来咱灵魂就是非常大慈大悲的，为什么会安呢？所以老早嘞，注意啦，开始爱我。讲这易经因法门啊，这妙法，会当达到世界会当和平，世间会当和平，人的心会当安详啊。所以，咱易经的宗旨是养贤蓄财，唔是算命，唔是看风水、看地理，唔是做生意所用，唔是讲干那伫战争，也是做政治来用。一切拢错过去，所以易经即是甲咱讲，咱心灵安详的一把钉。所以，我成立易经大学，成立易经大学。啊，我成立易经大学咧，希望就伫空中咧，先伫空中咧，好来讲解即易经的心法，圣贤啊，好所开始的即个心法。啊，所以易经大学啊，
目前呢，在努力在找土地，努力在积极吼在找这土地咧，啊来将呢，这个妙法照着这个硬体，照着这个学校，好在伊永永远远拢留咧。那么这中间呢，我就照着先啊，真正感谢华为电视台、甲国电视台啦，哈、会配合，配合会当将这个妙法咧。成就空中呢，十方来结这个善缘呐，哈、啊，那有需要者，我继续弘扬嘞。但是我承认，易经大学的宗旨要是无停，因为易经大学内底课目啊，包括人生、人生生存这一个哲学，哈、啊，咱心灵的哲学、养闲的哲学，这个学校教育单位，哈、啊，所以今日呢。直接甲各位伫空中一结连，哈、啊，上大个目的咧，就是遵照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始啊，哈、啊，咱爱养贤蓄才，养贤蓄才。那么今日这个歌咧，哈、啊，养着追风者，若是讲啊，我要一生入一间大学，可以不可？还是要成立一个机构，还是要做啥行业？咱博个卦象咧，甲咱开始啊，追风者之时啊。好，最用这件事，好，所以来卦，好是顺卦，顺为风；外卦是坎为水，坎为水。所以一卦就变成追风者，追风者，啊，那追风者就是追者，用闲用闲。追善用贤，养贤蓄才用贤。啊，这都是一个框框，咱的这吼就是框框一个范围，哈、哦、框空间，哈、哦，反正最后是用贤。那么这个框啊，在释迦牟尼佛之时啊，哈、哦，伊就看到咱人伫世间呐、啊，颠颠倒倒，颠颠倒倒啊。好，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互相相斗争，相骗相瞒，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放弃王子啊，要找去真真正正咱的性命在哪里？找一条不生不灭的性命。甲当时真世皇，或者这个地火下西洋啊，下西洋啊，啊，去这个叫做找长生不老之药，赶快一出。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直亲亲去行，真释迦，真释迦咧，伊无家己亲亲去行，所以两个无相像，一个实在去行去做，一个用想的叫别人替伊行，吼、哦，这一个天甲一个地哦，吼、哦，释迦牟尼佛一直在亲亲亲亲来行来找，讲我家己会当良心不落，亲身去实践。真世皇咧，伊就派人去找倒来，无亲身去实践去做，哈，两人的智慧咧差天甲地。咱伫世间做头路嘛是，我要做啥好，我实在家己去经验去体验的人是上高招。啊，我叫人去体验来，你甲讲体验这情形是安那？迄是变化人，无法度得到一个答案，无法度得到答案。比如讲啊，咱失恋。我失恋了，哎呀，失恋啥滋味？无体验，那么那个啊，失恋过，体验着，这种完全无相像啊。或者讲，咱一个人做事业成功甲失败，哎呀，失败啦，失败成诶滋味啦，人讲遐，你无同情心，无了解，好，你若亲身体会着失败诶过去时啊，咱有法度亲身感受着。无破病过的人，你讲破病艰苦，伊无法度相信。你自己破病过的人，你有法度体会着深深破病的艰苦。那么我在71年爸母死，又一接大接小报去，啊，到尾地疏病苦中痛，酸痛未放着，迄、那个滋味哦，吼是有够艰苦的。我就体会过，出去自我好以后呢。好，人家讲病，我看病，我就知体会，哎，病，注意我知啊。
我知道这个艰苦，有姊妹的艰苦，我有体验过，是实践过啊。那么开始来呢，我真正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开始啊，我去念佛，静坐念佛，念佛，念念到我念三个月念好起来以后呢，我亲身体验到病，要好爱念佛的滋味是安怎念？念的境界所念的时，所体验身体上的血路、气路的循环如何？我家己我讲你嘛未相信，因为你无实实在在去体验到这个病，啊无实在去体验到这念佛所得到中间的奥妙。因为我知影，我有嘴无在讲，所以叫不可说，不可说。禅宗啊，无不利于文字，禅宗不立文字的道理就是啊。想就是靠你体验嘛，亲身体验嘛，好，亲身体验才是想嘛，好，所以不可说，无法度用嘴去讲的，无法度写的，无文字，没有文字可记载，你是卡写嘛，无法度。那么我啊，这个拿，哎，我掰开开一束啊，你打开一点点，搁一束束啊，再一点点，一束束束束啊，哦，掰开一束束啊，哦，这注意都无同款啦。去形容你安尼吼，因为我哎，你个三千多嘞，我心内想，头脑想诶，无少想，吼、哦，所以亲身的体验嘛，咱要养闲呐，咱嘛爱亲身的体验才妙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啦，一开悟以后嘞，吼、哦，这个八正道，八正道，体验到八正道啊，好、哦，以后嘞，好、哦、这。感觉都体验这八种道，就是每个人成就得到心安幸福，也不离法门。这八种道，我希望出去咧，哈、啊，咱已经讲煞以后咧，哈、啊，若有因缘者，我希望来讲解佛陀所讲的八种道。因为八正道是咱人成就成功的一条路，八正道是咱自天人世天上界要到金刚界，菩萨界要到金刚界的路，阿罗汉界要到菩萨界的路，八正道。哈啊，而且金刚界要到成佛的境界的路是八正道。我希望已经讲完以后呢，好，然后因缘呢，我希望来讲是八正道。啊，咱需要成功嘛，八正道，迄个框正，一个框框正正，一个范围。咱若歹违背这个范围，拢会成就；若违背这个八正道的范围，咱袂成就。若是讲咱违背着一经的妙法啊，中庸的妙法，中庸正道的原则啊，你无可能成就。所以一经啊，就是这养闲出来。那么咱这卦象呢，是用闲啊。现在看。假使动摇动在初摇的时，哈、啊，做到追天师，追风者的时，就变成追天师、水天师、追天师，哈、啊，这就是这个人，哈、啊，追风者动在初摇，动初摇，哈、啊，动初摇呢，比牵挂师追天师、水天师，哈、啊，这明珠出土。明珠出道，好，那么咱们明珠出道呢，就是爱基本条件，不合时宜的人将被淘汰，不合时宜的人呐、将被淘汰。就是咱这人未精进，未依照圣贤所开示的妙法去做，未晓要是对圣贤去建立咱的生命，去建立咱的人生的光辉的生命的时啊。这不合时宜，好，那未晓遵照那圣贤所开示的有知识的，甲咱开示的，指导咱的下凡的去做的事啊，还是不合时宜。甲咱贪嗔痴啊，心妄，无一个智慧的者，拢是不合时宜，无符合时代。唔是现在说少年讲新兴人类，现在少年的新兴人类呢，是有够恐怖。
你看真真正正新兴人类，就是有大智慧知识层面的爆炸，智慧的层面爆炸，叫做新兴人类。现在少年的新兴人类是啥？堕落，会做堕落，堕落，求享受，好，身躯打扮到畸形坏种，毋是新兴人类。好，咱未晓对知识去，未晓对知识的智慧去精进的人啊，那个不是真正的新兴人类，是谁最懂人类？是一新兴人类，会好阿祖。所以新兴人类呢，咱爱对从知识面、知识面的层次那个提升，对这心灵啊，对心灵境界去提升。若是讲咱即摆新兴人类的人啊，少年呢，咱要对道德、对道德良心去做。好，那按对道德去遵守，无道德的都唔是人类，无都尊重他人不是人类，因为人类是要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人类是爱要知恩、感恩、报恩，人类就是知恩、感恩、报恩，新兴的人类就是要知恩、感恩、报恩才是新兴人类。如果不会知恩、感恩、报恩的，不是新兴人类，是为新兴人类。大家不要忘了。你们投胎到世间上来，好，你们到世界上来是为了提升自己心灵境界的提升，提升心灵更加安详，不是在提升自己两个眼睛一个耳朵的被所有世间上的有为法这一些把你蒙住了，造成心理的困难，造成抢夺杀，这个不是新兴人类，是新兴的人类。你们来到世间上来的最大的目的是干什么？时代在变，因为时代的陷阱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寻求道德良心出来，服务大众，以服务大众为目的，互相尊重为目的，知恩、感恩、报恩呢，为做我们的生活的指标和我们的心灵啊，那的心灵啊。爱了解知恩、感恩、报恩，然后遵从道德良心去做，互相尊重。这才是真正真真正正的新兴人类啊！各位年轻朋友，我也有儿子，也有女儿。我对儿子、女儿的教育，他们要知恩、感恩、报恩，啊，了解世间上我们所有今天是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恩。好，社会给我们的恩，国家给我们的恩，老师给我们的恩，教育我们的恩。你们今天会听音乐，会写谱，会作曲，或者写文章，是老师给你们的，老师辛辛苦苦教导你们的。好，教导你们诶，这里呢，嘎铃嘎，人家今天会写字，会发表的意见，会发的，诶，耳机戴着，后蹦蹦跳的，还有什么，诶，头发的奇形怪状。这个都是你们自己偏差的想法，把自己装扮起来的，这是苦恼，这是苦恼哎。这不是真正的新兴人类，真是真正新兴人类是知识性的爆炸，知识的提升，这叫是新兴人类啊，各位年轻朋友。好，大家要小心，世间充满了陷阱。你们今天能够得到什么？都是大家给你们的，但是所得到的一切的烦恼啊，是你们自己所寻求、自己所找来的，谁也没有办法替你解忧，没有办法替你承受这些苦恼，只有你自己在心灵上在恐惧不安、恐惧不安、恐惧、恐惧不安，要小心啊！这个讲到这里，水风景啊，就是不合时宜将被淘汰，不是老一辈人的人，老一辈的人啊。给不合时宜啊，如果没有老一辈的人，没有你们，没有老一辈子的人，这个大家的奉献牺牲，没有你们现在的所要追求的这一些，让你们装身体的，让你们去逛啦、狂啦，根本就没有。这一点你们要记住，知恩、
感恩报恩，你们的心才会安详。知恩感恩报恩，才是让你们的整个真正的新兴人类应该具备的最基础的条件。如果离开知恩感恩报恩的，那么就不是新兴人类。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你们应该觉醒，觉醒到世间上一切的无常，觉醒世间一切的这些都是幻象，不是你们来到世间所要寻求的。请各位冷冷静静来思维一下。